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所开发的一些物理模拟的应用程式。那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教学里面，我们都是老师讲述学生练习为主，但是现在我们的科学素养要求我们在学生上面要必须要自己建构的能力，要有能够探究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研发了一系列的活动，一系列的科学模拟，特别给国中、高中还有小学的学生使用。那老师可以在这边用到很多的许多的资源啊，如果你希望用一些物理模拟在你的课堂上，也欢迎到我们这个网站来。那我们特别也跟运算思维做结合，让学生自己用计算工具去建造一个物理模型出来。那我们也可以鼓励学生把这个放到他的学习历程档案里面，对他未来的上学，希望他对他们有帮助。